接下来要讲解一下怎么样去缠线哦，哈。那缠线的时候呢，老师这边已经有做一部分了，哈。这是不规则式的绕法，哈，不规则式的绕法。那同学们可以自己想一下，你想要只做外框，还是要像这样填满？还有另外一种，就是把线绕在外面，里面不绕。哦，这里这块就不绕哦，它整个绕在外面，也可以这样，或是加个边框。哦，这边你要先想好。那想好完之后再来决定颜色，看你要什么样的线的颜色。好，那再来，老师要先讲在加工部分，最外围如果你要加外框，加外框是指这样，比如说我做完之后还要再跑一层这个外面，如果你要加这个外框，请你外框最后再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绕线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会不止绕一层，你看这个几层，底下一层，中间是斜的，上面是斜另外一边，所以这其实是绕了三层。好，它绕了三层。那一开始如果你把外框绕出来，虽然可以很快的看出它的形状，但是当你绕完之后，外框的线就会被压在下面，所以就看不清楚。所以记得，如果你要做外框的话呢，建议你把里面全部做完之后，最后再来绕外框。好，再来绕外框。好，那线呢，请你到前方去领你要的线就好。线大概多长呢？请你整个把它拉开，请你把整个双手都摊到最开。好，双手摊到最开两次哦，绕过去完一次，再绕回来一次，把双手打到最开哦。好，双手摊到最开，去又回来两次，大概就可以剪掉了。大概是一段这样的线就够了。就每个人出来前面剪，请不要把整卷线拿回去，因为这样下一个同学没办法使用。好，那剪下来之后呢，首先我要先把里面处理掉。假设我要处理这片叶子好了，我想要这个颜色，那这边教大家怎么打单结。单结打法呢，就像这样，抓起来之后呢，先做个交叉，先绕圈做个交叉，接下来冲过去交叉的位置，你就发现这里有一个那个套可以套的位置，接下来套到一根你想要开始的开始点就好，像这根钉子，我把它开始把它拉起来完之后呢，一个不够哦，请你再打一次，接下来要在这边打一样，压上去，我短的这一条对长的这一条压上去，然后绕到它后面回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做两次了，做两次完之后，多的这一段先不要处理，先不要处理，就可以开始绕了。你可以先对外框绕，你也可以直接就开始乱绕，反正它有很多不同的绕法，你可以自己试，那这边的绕法大概有几种，第一种是走规则式的，规则式就是确定每一根都有规则的，比如说像这样。对它之后呢，下一根就是一定要对它，再下一根又对它，再下一根又对它，这个就是规则式的绕法，规则式的绕法，像一个每一次都走规则的。不规则式的绕法就是，我开心，我今天就要跳第三根，再跳第四根，又跳这一根，又跳这一根，又跳这一根。你也可以先规则，再不规则，你自己决定。那上面这边主要就是不规则式的，这个呢其实有点不规则，但是它最后它的应该说它每一层规则。但是它的每一个同一层都是规则的，然后但是它又有三层，它是有三层不规则，但有一层规则的。那这个呢也是一样，那这个很明显是完全只有规则的，就是完全按照这样绕法。但每一种不同的绕法都有不同的美感啊，由你自己决定。那有人也只做外框而已，只做外框而已，好，像这样你就可以去绕。建议你要绕到三层哦，因为绕到三层那个颜色才会非常的密合，像这样绕叶子绕完之后，然后再绕绕绕绕。好，假设我现在全绕完之后怎么做收尾呢？像这样，各位一定要留一段长一点的，请你先留一段长一点的。假设我想要收在这一根上怎么做啊？跟你说，你可以像这样先绕圈圈穿自己一样，打一个单结，这个单结啊，直接拉到你要的那一根上面，把它放进去拉紧就好，这样比较快。好，再来一样，再对自己绕一个单结，然后把它套在你要套的位置上，拉紧就好，像这样，好，就结束了。有没有看，对不对？可是有时候会发生一种状况，就是不小心钉子掉了，或是线掉了怎么办？有时候也会这样哦。比如说你剩一点点，然后给它剪很多，剪到只剩一点啊，结果不小心拉的时候像这样被你解开，好，假设上钉子掉了，这钉子怎么办？掉了怎么办？没关系，你把钉子拔掉，把线给拆了，然后把这根钉子给敲回去。要敲回去完之后啊，这个掉的钉子只剩一点点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请你解掉几层，因为它你可能绕很多层嘛，你只要解掉几层，解掉剩下的绳子够长的时候，就可以再来打单结，
然后绑在本来的那个钉，绑在之前的钉子上，好，也就是你后面有几段会不见了，但因为你绕了三层，所以少那一点点其实还好啊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不舒服，你可以再用剩下再剪一段新的，把不够的再补回去。好，反正老师要讲的就是钉子掉了、线掉了无所谓，好，真的无所谓，你只要再拆掉几层回去就好。好，再来做完之后呢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老师啊，这个剩下还有多的线，刚才说不要剪啊。对，真的不要剪，你真的有时候剪太多哈，会坏掉。所以其实你应该说你要剪，要剪到你还是要留一段下来啊，把剩下不要的线塞回去。像这个都有啊，你看这都是把线藏回去，因为这个到时候会绕很密嘛，你就把它藏在里面就好，用锥子去藏，这样可以吗？好，反正就是整个做完之后，再把多的线，记得一定要留下一点哦，像这样留下一点，然后把它藏在整叠线的下方就可以了，这样就看不到了。好，所以整个程序就这样，先确定一下你要怎么绕。好啊，之前老师常看到就是做个简单的形状，像是圆形，然后但是它绕线它是有不同的绕法，所以绕完也蛮特别的，就几何型的。那这是有造型再来绕线，那这种就着重在造型，反正整个方式就是由你自己去决定就对了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那可以操作了。